陈立农，哎，这不是叫你的名字吗？干嘛？好可爱的。现在是你的面试时间，那我要去哪里？面试室，请到面试室进行面试。面试室，面试五，面试六。好笑吗？挺皮的哦。哎，我觉得有点挑衅，比较调皮，这个有点。哎，来了！有人在吗？你有30秒钟的时间打开这个门，进入面试室。拉，往旁边拉。走了，是不是去错地方了？第三回敲门，往旁边拉。什么？往旁边拉！又生气了，哪里跑？哦，往旁边拉！什么鬼啊？这门为什么要做这样？Hello， 能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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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坐，请坐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就这样。对。就是另外四位，你曾经合作过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就从第一眼、第一次这样的见面的相处，你觉得你最喜欢谁？最喜欢谁？我觉得。曾舜晞吧，曾舜晞。那你最讨厌谁？我最讨厌耀庆哥，耀庆哥。你可以离开了。开玩笑的啦。你可以选一个盲盒，每个盲盒对一个哥哥，然后有你跟他们可以玩的小游戏，你选中谁就是谁。那我就选他吧。怎么会是你啊，耀庆哥？为什么他真的有？这个就是命中注定的仇人，这就是缘分了。打手板，双方交替攻守，限时1分钟。好吧，今天就打手板。我成功。可以 ，OK。什么？什么？哪里？啊啊！啊，换你了！啊，换你了！可以 ，OK， 哎，右手来，左手，左左右，左，哎，好，我没拿到，好，换换换你，换你，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好，哎啊，右边，哎哎。到点了，好，谢谢耀庆哥，谢谢农农。